要捡便宜的，下一回要在半年后。中央新闻陈胜利高雄报道。台北花博十一月要登场，迈入倒数100天，台北市长郝龙斌亲自上场，与代言人 SHE 大跳花博舞，希望借由舞蹈把台湾花博行销到全世界。是迎接世界花卉博览会迈入100天大关，除了请来花博大使 HHE 跟台北市长郝龙斌击出全垒打之外，还要带来新编的花博舞。怎么够？大家长郝龙斌可是也偷偷练了好几天，也要上台来验收一下。